所以我们就常很怕他喝闷酒，就把他拉出来喝。可是我没有喝酒的习惯。但是你有去人家家的习惯，有去人家家的习惯。自己个人觉得是入围就是肯定了，那得奖真的是靠运气了。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作品真的很好，我觉得他已经破了金钟奖纪录嘛，16项的入围。共同的世界，你还蛮出色。爸爸 ，My emotion so unusual. Not special. I just want help. 你敢丢啊？能力更好好的。谁得奖就是我得替对方开心。对，反正国歌得奖，我一定是鼓掌最大声。生蚝得奖，我也是鼓掌最大声。啊！当然最大声的，唔好该插符，系插符啦，系为着北部音的修心，为么？两半俺未爱做下。先莫小舅，我演的这个茶经里面的纪赏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？我自己拍摄的时候我不晓得啦，因为半成品出来的时候是很多人就跟我讲，有展现出那个茶王的霸气啊。在茶经里面，对我来讲最难的部分就是客家话的部分。还没拍摄之前，我们就先老师，然后一句一句念出来，然后让我们回家去把这个客家话念得滚瓜烂熟。当我为了一个角色，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去做了。客家话如果大家听了还是不够轮转的话呢，那我就会说谢谢指教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对方就会马上说啊，没有，你们表现很好，祝你们得奖。觉得每个人都是好意，我觉得网友也是蛮可爱的。这就回到我自己本身从事演艺圈我30几年的心态，诚恳做戏，诚恳去演这个角色，就不怕别人讲话。大家不要怀疑，我就是国父孙中山。所有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国志老师啊，老师又来教大家赚钱了。因为好的老师直接带你上天堂，不好的老师直接带你住套房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们我刚过来的时候，幕僚跟我讲说，我迟到5分钟，我自己很担心的。我那个看到这个，还好郭子乾有没有帮我坐在这边，要不然真迟到。模仿的这个底子，在你茶书的演出有什么样正面的帮助吗？如果以模仿来讲的话，我的界定就是说，模仿就是由外而内。比如说我要模仿这个人，我就先模仿他的样子，把他特色挑出来，然后夸张出来。但是在茶经这种戏剧的角色里的话，就变成要塑造一个人，你不可能把那么外向的那种夸张的就带到这里来，很多种情绪在里面，就内心打底嘛，自然而然你表现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他内在的酝酿消化出来的东西。那很多人都说我是被模仿耽误的演员，这都是称赞了，那我就欣然接受这样。其实我不想要回来台湾，我无厝，无亲人，永远拢是一个人。但是我赶快回来啊，因为这有我想要做的代志。我觉得我最难忘的部分，在我要被警总，所以警总带走的那个过程。我们是在殷海光的故居拍的嘛，所以在那边很自然就会有一种感召。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在戒严时期之下，他们争取他们的所谓的理想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磨难。我的生命的感受会延伸，跨到50年前或60年前，然后跟他们做一个，我觉得一种无形的对话。怎样更加进入你的角色？就是有特别在做什么样的？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平常做的功课是有关系的。如果你关注的题材都是比较自己同温层的东西，那你肯定不是一个好演员。因为好的演员是要关心同温层之外的东西，因为你演的是白宫、白种人，所以你必须至少不能说100%了解别人在做什么，但你要能够体会别人在做什么。第二个就是你要一定肯定要多读书，他会带你通往到你不知道的世界，你的视野跟你的想象力会打开。再来就是对生活的体验，每一个月、每一季，我都会跟自己对话。所以我们就常很怕他喝闷酒，就把他拉出来喝。可是我没有喝酒的习惯。但是你有去人家家的习惯，有去人家家的习惯。你也有去啊？我也去，对，我也去。我那天没有被拍到。好像又回到以前的上海。这张时候回到屋里向，我老想吃一个。我就是一个唱戏的俗人，晓得个啥？
这个角色入围对我来说是真的很感动啦。我自己当初在那个准备的时候，各种各方面就是压力很大，自己觉得付出的蛮多的啦。先跟我分享一下唱功，意思是现在要唱吗？剧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对我来说是我压力最大的部分，我上完第一堂课我就想放弃，因为真的太难，真的太难。反正我上课的第一天，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唱给他听，唱完一段，然后老师就哦，他有嗓子，他可以自己唱，之后他就丢给我自己回家练了。剩下的我跟老师学的全部都是身段的。我在拍摄的那四天，就是我眼睛一定要看到替身老师同步的跳给我看，虽然我已经知道动作是什么，可是我没有看着他，我还是会觉得很没有想法，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上课时间。我觉得不足的还很多，就是你不能拿这种传统艺术来开玩笑，所以我给自己的压力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就给个及格啦。你表现已经是300%了。哎呦，谢谢。生蚝是模特儿吧？他衣架子你看随便穿，就今天穿这么绿也能够撑起来。李信也是哇，他说要这红毯第一美，他已经在准备。那我自己本身又想说，就穿那种西装，但是不要太传统的西装。所以大家会有一个主题系列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哎，因为我们一定一起啊。我是要跟所有在红毯上。真的，又不是跟这两个，对不对？跟有什么好比的？这没有要那个的客气的。我觉得美美是自己稍微可以有点掌握的这样子，不错，可是得不得了无法，所以我在我能够掌握的事情上面，我就要真的不能输。谢谢谢谢谢谢。